程没有办法合作，但是地方是可以来结合。民众党立委候选人蔡碧如25号下午在清水五权夜市举办户外开讲，登台助讲的来宾除了民众党自己人，还有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这边哦，有共同的理念来支持我们蔡碧如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嘉欣站上舞台，向民众大力推荐蔡碧如，而宣传海报上显示蓝营其他小鸡也要来接力赞虾。总统大选蓝白已经分手，中英选区照样喊出蓝白和补选如何进行。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讲规则。因为总统的部分我们目前是竞争的，所以其他的总统候选人或副总统候选人是不可以来帮我们的站台，但是我们在地方，我们立委之间、民意代表之间或县市长之间可以相互的支持。言下之意，柯吴佩不能到蓝营小鸡的造势场合，曝光度锐减，但民众党态度较为开放，表示若在地方上蓝白河选区侯康佩还是能来帮忙。他那个区域里头没有国民党提名的区域立委，我想都开放大家彼此可以合作。您可以接受侯来帮您站台吗？侯啊，这个恐怕是他要思考，不是我要思考的。蔡碧如听到敏感话题，笑笑没给肯定答复。我们基于不要让民进党在立法院一党独大，为所欲为，所以我们会协助蔡碧如。补选大将卢秀燕强调，中医选区蓝白合作不变，但如果补选就得避开敏感的柯吴佩。三新闻陈表孙略孙超柱台中报道。